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今天很高兴我们跟大家离开了大概一个月又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共修这个因缘非常殊胜。尤其我们刚刚听到大家这个法器唱诵比上一次我来进步很多了。所以可以感受到大家呢都很认真的在学习。我相信在假以时日我们应该学得更好。这个法器这个念佛共修的仪轨大家会很熟悉我们做起来就更庄严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来到巴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老和尚这一次提出了一个他一生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们要学习伦理道德因果的这个教育那现在这个教育的这个宗旨现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下星期就要开始召开这个大会了所以在这个大会就会把老和尚所提出的这个三种教育列在联合国的宪章所以以后联合国那么他们就很重视来推广伦理道德因果的这个教育的所以这是我们这次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那么借着这个因缘今天呢我们也来谈谈这个伦理因果道德的教育尤其是因果这是我们佛法里面第一个强调的要深信因果也就是如果我们学佛不能够深信因果那我们再怎么学再怎么努力都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结果那尤其我们念佛的人更要深信因果第一层先相信善恶的因果我们要懂得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得恶报这是第一层我们要相信的因果然后最后我们要提升到相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知道我们念佛可以成佛这个因果所以这样的因果才是圆满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善恶因果来谈起这也是我们相信因果的第一步那么经上常常我们看到有一句话这是经上说的叫做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这是佛讲的这个菩萨怕因怕造因众生呢怕果报所以这个菩萨跟众生害怕的不一样如果你害怕果报的那就属于众生如果你害怕造因的那你就是菩萨这是简单这么说了然后呢接着菩萨恐遭恶果也就是菩萨他怕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怕恶果
啊，所以呢，菩萨恐怕啊，将来会遭遇到恶果，恶的果报啊，所以预先断除恶因啊，所以菩萨就是要做什么呢？预先预备啊，我们呢这个把恶的因先把它斩断啊，所以做菩萨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就不是菩萨啊，就这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啊，造了恶因，将来一定有恶果啊，所以这是菩萨的先见之明啊，菩萨的智慧跟眼光跟一切众生不一样啊。我们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看不出来啊，等到果报现前了才害怕，那来不及了啊。所以只有菩萨才有智慧啊，所以他是一个觉悟的人啊，他知道这个善恶因果的关系啊，所以菩萨才能够啊，慢慢的罪障消灭啊，消灭我们的罪业，消灭我们的业障，功德圆满，最后一直达到成佛而后已啊。所以菩萨最后可以成佛啊，为什么可以成佛？因为他深信我们呢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他怕造因，所以他预先把这个恶的因断除了啊，所以他将来业障可以消除啊，功德可以圆满啊，佛道可以成就啊，这就是菩萨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菩萨就要从这里下手啊，这个是佛在经上所说的。所以啊，其实不只是佛法，世间法都一样啊，绝对离不开因果所以这个因果啊，就是我们常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不管你相不相信它都有啊，不会说呢我相信就有啊，不相信就没有，没这回事啊，它是一个真理，宇宙的真相啊，所以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所以因跟果这里面有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前面一个叫做因，后面这一个就变成叫果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果呢，又会变成下面的一个因，所以说这个因果啊，它是永远在循环的所以因也不是一定的因，果也不是一定的果它会改变所以因果是循环而且呢，因果可以转变这是我们要明白那么今天呢，觉悟的人我们称他是菩萨所以今天呢，你要做菩萨，那你就要对造因要很谨慎很小心因为他知道这个因会变成果所以起心动念他很小心恐怕将来这个因会变成果那这个如果造的是恶因，将来变成了恶果，那这些呢是自己要承受的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高僧大德，你看他们呢遇到了很多灾难或者是我们今天讲业障现前，他们绝对不会怨天尤人他不会去怪别人，也不会怪老天爷，更不会怪佛菩萨。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因果，也就是现在遭遇的这个果报是过去我造的恶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玄奘法师，唐三藏你说唐三藏他的功德很大啦他到印度去取经经过这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印度待了十多年最后历尽千辛万苦，甚至呢差一点没命最后
回到中国到了长安然后呢专门呢、把他的这个取经取的经做翻译，这个功德很大。可是当他呢将要临终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病得很重所以他第一个是想到什么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是想到什么，这个会不会是我翻译经典翻错了，他都是先检讨自己，他不会怨天尤人，我是不是翻经翻错了，才知道这个业才有这个果报所以这就真正修行了结果呢，他动这个念头了，晚上睡觉做梦，梦到菩萨在梦中跟他提醒，他说这个你的这个病不是因为你翻译经典的问题，这个病是因为你前世杀人杀了很多，你做国王杀了很多人所以这个业报今天现前可是这个业报叫什么，叫重罪轻报，你本来很严重你将来是要堕地狱的，堕三恶道的，可是因为你做了这么大的功德，这个罪业变轻所以让你就承受一点痛苦好生病受苦一下，就把这个业障消除所以他才放心然后菩萨告诉他你要忍一忍所以呢这个很痛苦，可是呢他就忍过去，最后他往生了当然他没有念阿弥陀佛，呵呵，他是升到多帅天内院去跟这个这个我们的弥勒菩萨去跟他学习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弥勒菩萨也在极乐世界，所以有一天也会带还告诉他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很多人以为弥勒菩萨是在多帅天内院其实不是弥勒菩萨我们呢去读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就知道，弥勒菩萨也在极乐世界天天在那里讲经说法所以我们将来念佛到极乐世界去，我们也可以碰到弥勒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在一个地方就不能在第二个地方，它都是通的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呢这个让我们真正了解到这些果报都是自己要去承受的所谓自作自受这个就是因果报应的原理可是呢一般的众生他就不这么想这个一般的众生对这个道理对这个事实真相不了解即使他了解也没有了解的透彻，只了解了一点点往往他就疏忽了疏忽什么，疏忽这个造业他没有去重视他那将来等到果报现前了，他就后悔莫及了那个时候来不及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听经就是要明白这些道理明白以后对于所有的业因果报我们很清楚了，我们绝对不会去怨天尤人，这个很重要知道这些都是自作自受所以你只有用忏悔用发愿那么就可以消这些业障所以跟一般的凡夫众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去觉察这个世间这些因果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今天常讲我们要成佛成菩萨那什么叫做佛菩萨这个佛菩萨跟祖师大德你看呢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就是自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
也劝别人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就是佛菩萨啊啊，这就是啊劝人啊明白因果啊啊，所以啊我们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今天我们念佛要求生净土也不例外啊，一定要深信因果啊，而且更要相信的是我们要念佛啊，这是往生净土的因啊，念佛是因嘛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们念佛的果报啊啊，所以为什么要念佛？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我念佛是什么？哎，可以消灾啦，啊，可以让家庭平安啦，啊，或者来世啊大富大贵啊，哦啊，或者是啊，哎，我临终的时候啊走得好一点，啊，哎，你念佛就为这些，那有一点呢、啊，把这个念佛啊，我们常讲，这果报本来是很殊胜的，哎，变成啊这么小的一个果报，啊，得到的太少了，啊。所以他的果报是很圆满的，可以成佛的，啊，好像我们呢，啊，这个可以得到一个宝石，啊啊，现在我们呢就拿了一个玻璃珠，就觉得不错了，不知道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宝石，啊啊，所以这是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修净土法门，这个法门是所有法门里面呢、啊，啊，我们常常讲啊，最简单、最容易啊。啊，最快速，啊，而且果报是最圆满的，啊啊！但是呢，这个净土法门呐、啊，我们最强调的就是带业往生，啊，就是我们可以带的这些业障、这些烦恼，哎，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去，啊，不用断，啊，这是我们净土中的特色啦，啊啊！可是虽然讲我们带业往生。啊，这个待业啊，叫待旧业，不待新业。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哦。啊啊，如果说呢，哎，可以待新业啊，那就完了。啊啊，我们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啊，比如说你要念佛啊，去极乐世界，哎，什么叫新业呢？哎，我要去极乐世界，我念佛的时候，哎，我还生烦恼，那就往生不了了。啊啊，就是过去的啊，我们呢啊，这个不懂嘛啊，我赶快忏悔。可是现在呢，你要念佛去极乐世界，你就不能再造业了啊。如果你再造这些新的业啊啊，这个啊，起贪嗔痴，那就往生不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看呢、啊，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助念啊？助念啊，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极乐世界啊。啊，那帮助你去极乐世界，如果呢，哎，在助念当中啊，这个你往生的人啊，他看不破，放不下，啊，甚至呢，啊，看到啊最讨厌的人生气，啊，还念念不忘那个仇恨，那就往生不了。所以我们要去给他助念啊，第一个我们要啊，把这些啊会起贪嗔痴的缘要把它隔离掉，啊，喜欢的人，哎，要哭的，通通不能进来。到外面去哭，不能让他听到，啊啊！讨厌的人也不可以让他见到，哎，这个很重要啊，要隔离，至少隔离8小时到12个小时，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常常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啊，那法师啊，哎，我们现在哈、哦、啊，这个学佛啦，啊，要做菩萨啦，啊，那我们可以捐赠器官吗？哎、很多人问哦。啊，有的人呢，他以前不知道啊，他都签契约了啊，将来要捐赠器官了。可是现在学了佛了，念了佛，他才知道，哎，这个捐赠器官不是这么简单哦，哎，不是说哎捐说捐就捐哦，啊，为什么？因为你是念佛的，啊，你要去极乐世界的，啊，万一呢，你说呢，哎，我要捐的时候啊，啊，被人家一割啊，哎，你生烦恼了。啊啊！你一生气了，啊，你就往生不了了。啊，虽然呢、啊，我们常常赞叹哦，这个捐赠器官啊，这个叫内财布施啊，这个好事啊，这功德啊，啊啊！可是呢，什么人才有资格捐赠器官？
啊，如果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没问题啊，你可以捐的啊。为什么？因为念佛往生的人，他没有经过中阴身啊，他一断气，他的神识就离开身体，就到极乐世界去了，跟这个身体没有关系了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有三种人没有中阴身的啊。第一种就是念佛往生的人啊，他没有中阴身，直接去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第二种人呢，是升天的人啊，升天的人直接到天上去，也没有中阴身啊。第三种人是什么？堕地狱的人啊，这造恶的直接堕地狱，也没有经过中阴身。所以这三种人啊，哎，捐赠器官都没有问题，可以捐。如果不是这三种人，他就有中阴身啊。也就是说，虽然他断气了啊，他的神识还在身体里面哦啊，可能最快也要八小时，或者是啊十二个小时啊，当然到14个小时是最安全的，你才可以碰他。因为你呀、啊，在他的中阴身还在的时候，你碰他，神识还没有离开身体，他会痛啊，他有感觉的，可是他讲不出来啊。所以如果说呢，哎，他将来升到人道啊，升到鬼道啊，或者畜生道，哎，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就有中阴身的存在啊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呢 同修里面可以修到啊，将来你可以预知时至自在往生的啊，那你捐赠器官绝对没问题啊啊。可是啊，我们今天如果在临命中的时候切除器官啊，因为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马上切除器官啊啊，这样才能够捐赠这个器官啊。如果当切除器官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的嗔恨心啊，你会痛苦，你又会后悔了，那就坏了啊！不但极乐世界去不了了，恐怕马上堕落三恶道啊！所以捐赠器官这个事情，我们要记住，一定要有定功才可以啊！如果你没有定功，你会后悔的啊，你会生气的，你会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啊！这个我们要好好考虑考虑啊！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啊，一定要把握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因为你捐赠器官，你只不过去帮助一个人多延长几年的生命而已啊。可是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去是成佛的，往生是去成佛的啊，是保证哦，阿弥陀佛跟你保证哦，不会退转，一直到圆满成佛啊。所以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啊？你到极乐世界，哇，你在整个虚空法界不晓得你度了多少众生了啊！你看那个功德多大啊！今天你为了啊要延长人家啊几年的生命啊，结果呢啊，到时候啊你痛苦了啊，你呢啊堕三恶道了，那就划不来了啊！所以这个账啊，哎，你要会算了啊！我们世间人呢、啊、都很会精打细算了，哎。不要在这个时候啊失算了，算错账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事啊。其他的世间啊，哎呀，那个算那个账，那都是小事，那不是很重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啊真正要做的啊，就是好好念佛啊，对这个世间不要那么在意啊。这个世间啊就像梦幻泡影啊，好像啊昨天晚上睡觉做的梦一样啊。刚刚有同修还问我啊，他梦境里面梦到什么啊啊，当然梦到有老和尚啊来跟你开示说法啊，活菩萨，这个都好事啊啊，但是呢这也是梦啊，梦幻泡影嘛，就放下。我们最重要是老实念佛啊啊，念到啊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忆佛念佛嘛啊啊，天天想佛，天天念佛啊啊啊，这个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将来一定见佛啊。所以你看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啊。而且你懂得知道因果的关系，诶，我们过去不懂嘛，啊我现在懂了，我赶快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不要再造恶业啊，我现在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好好发愿，将来要度众生，先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啊，将来还要回入娑婆来度众生啊，不是说我到极乐世界去，哎，那边不错啊，我去享福啊，很快乐啊，啊，不是的，我们去极乐世界不是要去享福的，而是极乐世界有好的老师、好的同参道友、好的修行环境啊，我在那里去啊学啊智慧、学神通啊、学能力，将来赶快回来度化我们这里有缘的苦难的众生，是发这个愿去的啊，这叫什么？这叫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而且这个菩提心呢，是什么心呢？是真正啊，帮助一切众生生有佛国土的心，这叫菩提心啊！也就是哎，我们要帮助人家生到有佛的地方，那哪里有佛啊？极乐世界有佛啊！啊，阿弥陀佛是现在佛啊！他现在就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诶诶，我们能够劝人家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做发菩提心啊！所以我们每天呢，就要想到有机会我劝人家念佛啊。比如说我们有共修会啊，诶，在巴黎啊，啊，你看我们有机会遇到人家，诶，我们周末啊啊，这个周日有共修啊，来念佛，你看这个就是发菩提心。啊，那将来如果我们有地方大一点的，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来念佛，那就更殊胜了。啊，你就呢啊，这个有机会都是去介绍宣传，啊，是替阿弥陀佛啊，多介绍一些人到极乐世界。啊，等于是你是阿弥陀佛的使者，啊，当阿弥陀佛啊在这个世间的代表，啊，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啊，知道这个因果的关系，啊，我们呢、啊，啊，不能再带那些啊新业的，啊，新造的不可以了，要知道啊，可以带旧的，不可以带新的，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啊我们念佛，啊，将来啊，我们就可以啊，避免这个六道轮回的果报。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到极乐世界，啊，不是为了将来，哎，我在这个世间啊，还要呢啊，这个投胎转世啊，我还要啊，这个做啊，这个啊好的投胎啊，到好的地方啊做这个世间啊啊，这个啊好像啊，将来有名有地位有财富啊，不是这些，啊投胎到好的人家，不是我们呢、啊。这是这一生的最后一世了，啊，生生世世，现在是最后一世，我们来生啊没有来生了，我们这一生就要去极乐世界，啊，要有这种观念，有这种想法，啊，所以啊，学佛要发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呢、啊，就是一个真正觉悟的心，啊，觉悟就是明白，啊，明白道理，明白事实真相，啊，我们决定。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罪业啊，才能够消灭的，啊，那么这个罪灭，其实呢，我们常讲啊，罪福的转变而已，啊，不是说我可以把这个业啊消掉，啊，这个业啊是消不了的，是转变，啊，所以转变就等于消灭，啊，所以我们常讲叫转烦恼为菩提，啊，不是把烦恼灭了。它是转，啊，转生死变成涅槃，啊，其实做一个转变，这样功德就能达到圆满，啊，那什么时候圆满呢？一直要到成佛，才叫做究竟圆满，啊，那成菩萨都还没有圆满，啊，菩萨还有51个阶级，啊，这51个阶级到最后的阶级，啊，我们叫等觉菩萨。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等觉菩萨，啊，那么啊，我们常讲啊，到极乐世界是阿毗跋致、阿惟越致的菩萨，
啊，其实就差不多像等觉菩萨了，啊，那个地位啊，就差不多这么高了，啊，然后不在极乐世界成佛，啊，因为极乐世界成佛啊，要排队排很久，啊，第一个极乐世界的人太多了，啊，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个十方世界往生的人真的很多，啊，你去读《无量寿经》。他就跟你讲了，哪个世界有多少众生往生，他都有说了，所以不只是我们这个世界，所以人很多啊，然后呢，只有一尊佛，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一尊佛，那我们呢到极乐世界去啊，你看阿弥陀佛只有一尊，那他的寿命又无量寿。人又这么多，那如果说我们要排队啊，要等到成佛，那不晓得排到什么时候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才告诉我们啊，你看第十四八品啊，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我们成为等觉菩萨，然后就到十方世界去啊，看哪个世界的众生跟你有缘的，我们跟他结过善缘的，将来他都在这个世界啊等着我们。去那边呢，度化他们啊，因以佛身得度者，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啊，所以呢，我们到那个地方啊去示现成佛啊，成佛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我们预先取好了名字啊，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啊，叫妙音如来，妙音佛啊，所以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妙音佛，因为我们都是念阿弥陀佛的，很殊胜，所以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千万千万不要跟人家结恶缘，我们要懂得啊，广结善缘，甚至呢，对一切众生，包括动物啊、小虫子啊，你都要跟他结善缘。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也会做人呢。这个经过轮回以后，他有一天也会变成我们的弟子，我们度化的对象。因为佛在经上曾经讲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个地区啊佛呢到那里去讲经说法啊，要教化这些众生，可是这个地区的人呢 没有缘啊，跟佛没有缘啊，不听佛的话啊，佛到那里大家门都关起来不见佛，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啊，缘很不好啊，所以佛回来以后啊，就跟这个舍利佛尊者讲啊，他说啊，你去度那一村落的人啊，这个舍利佛说佛你都度不了，我怎么能度啊，在我们的想法说哦，佛你啊，这个应该是最有啊智慧啊最有神通的，你就可以度了啊，我们怎么可以比得上你啊，我们怎么可以度得了这些人，你度得了我，你都度不了我们怎么可以度，可是佛说你跟他们有缘，你去度啊。于是呢就把舍利佛派去度这个村庄的人，结果舍利佛去呢，果然啊法缘特别殊胜，哇，这些人啊，看到舍利佛都很高兴，门都开了，出来啊迎接啊，舍利佛跟他们讲什么，他们就很欢喜的接受啊，听舍利佛的教化啊，所以啊，这些弟子们就问佛了，他说为什么您老人家去讲经说法人家都不听你的，结果是舍利佛去讲经说法个个都欢喜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啊？佛就讲啊，因为啊，舍利佛在过去生中曾经啊遇到啊一窝的蜜蜂啊，那这个蜜蜂呢，舍利佛就跟他们呢 这个发愿啊，对着他们讲啊，说啊啊，将来啊他如果得到啊，我会来度化你们啊，发这个愿啊，所以啊发了这个愿，这个愿成熟了，所以这些人啊就肯听舍利佛的教化啊，所以这些人啊其实以前是这一窝蜜蜂来投胎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真心发愿，看到一切啊众生啊，我们都要发愿度他们，这就是菩提心了啊，所以你看呢，这一次一遇到
每个人都很欢喜，这都是过去生所结的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真诚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啊，哪怕是啊这些蚊虫啊蚂蚁啊我们都发愿要跟他呢结这个缘啊，很重要啊。比如说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动物啊，像在法国啊有一些有鸽子啦还有一些海边有海鸥有时候你就跟他结个缘啊，那结这个缘呢将来有一天呢，他会变成你的弟子，啊，你成佛的时候，这些人，都来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教我们这么做，啊，以后呢，我们看到阿弥陀佛为什么缘这么殊胜，这也是他过去生结的缘嘛。你看我们常常讲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啊？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特别深，这是阿弥陀佛在过去生中跟我们结个缘，所以我们都要发这个愿，将来我们得到以后，我们一定来度你们，乃至于给他念阿弥陀佛，给他皈依，所以遇到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都叫缘，我们都要发愿，通通要回向给他们，这是我们学佛很重要的。甚至呢你看我们办法会办活动有的人他们来参与我们就热诚接待结缘平常这些人我们碰不到的他们今天通通来参与我们就帮助他比如说要写牌位的要参加法会的，我们通通好好的来接待他们，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参与这个法会。甚至于呢，人家送东西来的我常常在道场里面跟我们那些护法啦义工讲，人家供养来的东西你一定要欢喜接受，这是老和尚教导我们的不能说呢他这个东西不好或者是甚至呢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应该来供佛的不应该呢来给道场的不可以，我们通通接受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很多那些乞丐那乞丐他看到佛他也想供养佛可是乞丐没有东西乞丐有什么东西？也是人家呢施舍给他的那些呢剩饭剩菜甚至有的都已经臭了，都变质了，都不能吃了他还在供养佛佛还是接受你看所以佛就不会说怎么会供养这些东西，他不要，呵呵，没有听说佛不要的，呵呵，通通接受所以给他们重福很重要那可是呢有些东西不适合我们，甚至有些东西又过期了那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接受以后我们呢私底下去把它处理掉这不能吃的这可以为众生不要吃那个坏的东西，因为我们跟佛不一样，佛他可以吃佛吃了没问题的，我们吃了就生病了要送医院了，呵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先接收完了我们再好好去处理它就好了是这样做的所以不要让人家呢断了这个缘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是我们在道场如果有法会有活动我们做护法义工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欢喜接受这个呢就是我们也跟人家结个缘很殊胜让他们也能够跟佛法跟净土跟念佛法门结缘所以要懂那么从这个地方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一切众生人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只是我们过去生中每个人这个业障不一样我们经常讲障碍不一样可是你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的善根呢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他
听着佛法，他善根就发露出来啊，啊，他的业障啊，就是很认真的就把它消掉，很快就成就啊。每个人不一样啊，所以你不可以啊啊去啊啊轻视其他的人啊，尤其是轻视末学啊，就是未学还没有学的人，不可以啊，很重要的啊。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哦，通通都有啊。换句话说呢，所有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也就是呢啊，他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相好庄严啊，通通都是圆满的，本来就圆满啊。所以圆满就是一点欠缺都没有的啊。所以你的德行也是圆满，你的才艺也是圆满，你的福报也是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这叫做成佛啊。那现在为什么我们还过这么苦的日子啊？啊，佛讲了，就是因为啊，我们啊有妄想啊、执着啊，这里面呢、啊、还包括妄想、分别、执着啊啊，这是佛告诉我们的。在《华严经》佛成道的时候给我们讲的第一句话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本有的这个大圆满，就是被这些妄想、执着障碍住。但是这个大圆满并没有失掉，人人都有啊，只是啊有障碍而已啊啊。所以你看看呢、啊、人人皆有佛性啊，人人皆能成佛，乃至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一切众生包括啊地狱恶鬼畜生都是啊，不只是人呢、欸、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到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常讲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啊。那这个三字经里面也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啊。今天呢老和尚会提倡传统文化啊，他的根据在哪里？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人人都可以教得好的啊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你本来是善的啊，可是今天呢为什么会不善啊？所以你看呢啊，这个啊，就是后来我们呢啊被污染了啊。所以性相近习相远啊，那个习气啊把我们污染了啊，才有啊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差别啊。但实际上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啊，这个叫人性本善。所以呢，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我们今天讲哲学家啦啊，这个哲学家呢叫做王阳明啊啊，所以这个很出名的，影响到全世界哦啊，甚至你看日本人很崇拜王阳明啊，这个王阳明的理论呢 啊这些传到日本去啊，他们呢很欢喜接受。那王阳明本身呢啊，我们称他呢叫理学家啊，中国啊叫理学家啊，其实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他提倡什么？提倡致良知啊，人都有良知良能，也就是人性本善啊啊，所以要知行合一啊，人都可以恢复哎最圆满的啊这个良知良能。有一次呢，他跟一帮的人呢、啊、去旅行。结果在路上啊遇到土匪啊，结果土匪通通把他们抓到了啊，他们被俘虏了啊。那土匪头啊知道这一群人里面啊有一个是王阳明啊啊，对他也很尊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他很出名的啊啊。然后呢这个土匪头就跟王阳明讲，他说王先生啊，哎，你提出什么致良知啊啊，天人合一啊啊，人都有良心的啊，哎，你来看看我们这个做土匪的有没有良心啊啊。如果我们做土匪有良心，我们就不会做土匪了嘛所以你来证明看看啊啊，我们如果有良心啊，你能证明出来，我就把你放走啊。
结果王阳明说可以，我可以证明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你要先听我的话，我说什么你就要照做，这样我才可以证明啊，结果这土匪说可以，我听你的话，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好，你注意听哦。第一个，把你的外衣脱掉，好，外衣脱掉了，再来内衣也脱掉，脱掉，再来裤子脱掉，脱了，最后把内裤也脱掉。结果那个土匪说：“不，这是底线，最后底线，不可以再脱了，不行了，不行了，这不能再脱。”王阳明就说：“你看，你还有这一念羞愧之心、羞耻的心，这叫做良知啊。”所以我们常讲良知良能，你看你都有啊，所以土匪头一听，哎呀，真的，他证明了我们输了所以就把他们所有人都放走了所以这就是证明，你看人人都有良知良能，连土匪都有所以造作忤逆十二罪的人你看呢，在佛经上不是讲吗？他都可以念佛往生的吗？只要呢，他这个三个条件具足嘛，遇到人家劝他念佛啊，他头脑很清楚啊，临终头脑很清楚啊，他肯忏悔，他肯念，十念一念啊，都可以往生啊，这是真的，往生就是成佛所以你看呢，这种人，在我们看呢、哎呀，这种人忤逆十恶啊，这种坏人啊，坏是坏透的了，没救的。可是他的过去生你不知道，他有善根的所以我们常讲那个张善和就是这一类的嘛张善和是一个屠夫嘛你看他杀了这么多的牛，是一个屠夫啊，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看到啊那些牛头人啊要逃命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善根出来了什么善根呢？请他太太啊赶快去找个出家人，懂得啊要找出家人，这就有善根了所以这个很不容易你看那些忤逆十二罪的人那些坏人他懂不懂得要找出家人如果他懂得找出家人，他都还有善根，所以张善和还有善根然后呢姻缘也不错，为什么呢？他太太一出去在街上就碰到一个出家人，赶快把他带来然后请来这个出家人一看，这个马上要堕地狱的这个冤亲债主要来讨命的所以啊等于是他呢准备要堕地狱，在地狱门口啦，就差一步而已啦。这出家人呢马上叫他太太点一把香然后呢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那念了几声他说牛头人不见了，很快你看那个心很真诚很恳切所以呢那个念跟我们平常的念不一样我们平常就慢慢念不是很认真的念为什么呢？无所谓现在没念没关系，等一下还可以念张善和不行这个是救命的所以他拼命的念什么都放下了所以拼命念，这个时候每一句哇我们常讲都消八十亿解生死重罪呢所以呢你看他念几声你看牛头人就不见了所以这出家人呢去叫他继续念下去，结果呢他再念个大概十几分钟，他说他见到阿弥陀佛了这个出家人劝他赶快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他就往生了，这一往生他就成佛了他就不会再来轮回了就不会堕恶道了你看呢，极乐世界国无恶道院，你看呢，去到极乐世界不会再堕恶道，这是保证的而且呢一生圆满成佛，定成正觉你看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愿，一定做得到如果做不到，阿弥陀佛说我不成佛，可是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劫了，绝对做到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老和尚过去刚学佛他就有这个疑问，他说佛是万德万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啊，那么他能不能让一个准备斗地狱的人让他马上成佛？如果做得到，我就相信佛是万德万能。后来我们师父看到张善和这个故事，他相信了佛真的做得到啊。但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念，肯不肯相信，肯不肯接受，这不是佛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佛的确做得到的啊，所以只要我们肯念啊，人人都能成就啊啊。所以啊啊，这就是我们常讲啊啊，这个念佛的殊胜啊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看到有些念佛的人啊，还会三心二意，哎，看看哎，其他法门都不错啊，哎，我也去试试看啊。啊，这个也不错啊，马上又想要去试试看啊。你看这东晃西晃晃了一圈回来，就差不多了啊。所以呢，老和尚才教我们呢，要一门深入啊啊，不要呢啊东学西学啊，那个很难成就的。实在讲啊，讲一句真话，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你不修念佛法门啊，你修其他都很难成就啊，要出六道轮回根本是做不到的，何况要成佛啊。所以你看呢啊，这个地贤老和尚啊，我们啊知道他是天台宗的祖师啊，他常常啊讲两个故事啊。一个故事就是他的一个大徒弟是修禅的啊，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啊念佛的，就是勾肉酱，他常常讲这两个人啊，告诉我们，哎，为什么要念佛？啊，念佛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哎，殊胜在哪里？啊，那我们都知道郭若将嘛，啊，他不认识字，做苦工的，啊，念了三年半，啊，他很老实听话，啊，他什么都不会啊，啊啊，可是他听话，他师父教他好好念佛，啊，念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啊，这个叫郭若将念佛法。他念三年半他就往生了，站着往生啊。那另外有一个大徒弟，这个大徒弟啊是我们今天讲大学毕业生，哇，读过大学的，在当时啊读大学的那不得了啊，啊文化水平很高的啊啊啊。结果呢，哎，他这个大徒弟啊啊想修禅，喜欢禅啊啊，所以呢啊，他就把这个徒弟啊送去金山寺，啊，镇江啊，金山寺去学禅，因为金山寺是当时啊啊佛教里面禅宗啊最有名的道场，啊，就把他送去金山寺，啊，那金山寺呢是在长江一个岛，啊，四面都是水，啊，所以啊啊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啊修行的一个好地方，啊啊，但是呢。他呢出家啊修行，他没有跟家人商量好啊，他啊要出家，他就啊一股脑啊他就要去出家了啊啊，这个家人呢、啊、不愿意不答应啊，他都不管，所以他太太啊不愿意他出家，他也不管，他就出家，结果他太太啊后来啊啊就是啊跳水自杀啊啊，所以啊啊他呢啊，这个有一个小女儿，小女儿就交给她的亲戚啊去照顾，啊啊，所以呢，太太想不开，投河了，小孩交给人家去照顾了，啊啊，结果呢，他太太死了以后啊，啊，他的啊，我们今天讲他的灵魂呐、啊，鬼魂呐、啊，就跟在这个徒弟的身上，啊啊，但是呢，因为他修行很认真，啊，修行啊。啊，这十几年呐、啊，他修得很好，修道啊，功夫很好，啊，修道啊，啊，在这个啊，这个道场里面呢、啊，很有地位，很有名声，啊，还收了很多的徒弟，啊啊，这个徒弟啊，啊，还给他供养啊，很丰富，啊，所以有吃有穿呐、啊，啊，这个一切供养啊，都啊很齐全，结果他心里面呢、啊，就起贪心，啊，就起傲慢。啊，就觉得我们啊，我修得很好啊！你看呢、啊，现在这么多徒弟啊，这么多人供养我啊，他呢，我慢心就起来，很自满啊。所以这个参禅啊，不容易在哪里？哎，你刚开始不错啊，你的心很清净啊，结果现在呢，哎，
共高我慢起来了，起贪心了，就打妄想啊。这打妄想呢，这一洋洋得意啊，你看他没有道了啊。本来心呢，心在道上啊，有护法神在保护啊，现在呢，哎，心里面有烦恼有妄想了，结果护法神跑掉啊。这护法神一跑掉啊，他太太的鬼魂呢、啊、就扑到他身上了啊。所以他太太跟着他十年了，他出家嘛啊，他太太就跟着，只是没有机会下手，有护法神保护嘛啊。他太太是不让他出家的啊，所以呢啊就想要扰乱他啊。但是因为参禅啊，他有功夫啊，有护法神保护啊，鬼魂是靠不了他，靠不了他的身。现在呢，他一贪心啊，一共高我慢，哎，道行一退失，护法神走了，鬼魂就得手了，一下子扑到他的身上，就把他迷住了啊。结果迷到他呢啊，常常去跳河，那金山寺旁边都是水啊，一天到晚在跳水啊。那还好被人家看到了，哎，人家把他救起来啊，就这样跳了几次啊。哎呦，这个老和尚啊说不行不行，哎，这个守咒和尚哎，这个寺庙里面第二大的，这守咒和尚常常在跳河啊，啊，这还得了？如果有一天呢，啊，出了意外，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呢，啊，赶快啊通知他的师父，啊，他的师父是地贤老和尚，啊，那时候正在啊这个关中寺宁波啊，在那里修庙，啊，那这个徒弟是自己收的，还得自己负责。啊，所以别人来都不行啊，一定要他亲自去。所以呢，他就从宁波啊，那么坐船啊，来到金山寺，啊，然后呢，把他这个徒弟啊带回去，啊，那带回去呢，坐在船上，啊，这个船有这个上下铺啊，啊，这个老和尚啊睡下铺，他这个徒弟睡上铺，这一路啊，哎，平安无事。为什么？老和尚有道啊。有修行，护法神啊在保护，所以啊，他这个徒弟没事，结果呢，回到这个啊道场了啊，在关中寺啊，因为他是做守咒和尚的，在金山寺十几年啊，做到这个地位很高，是守咒和尚啊，所以有身份地位的人啊，所以在道场里面就给他分配一个房间，让他单独住啊，那在这边修行啊，哎，有一段时间啊，还好。啊，都没有事，啊，不过有一天，啊，早晨，哎，他没有来吃早餐，啊，地贤法师啊，就想到，哎，他常常啊，还有这个鬼魂啊，会迷惑他嘛，啊，所以请人啊去查查看，问问看，了解一下，结果人家去啊，哎，叫人没人，把这个房间呢、啊、打开，这打开呢一看，哎，找不到人，窗户是打开的。啊，赶快报告老和尚，老和尚就说坏了坏了，不好了，啊，这门呢、啊，啊，你看呢没有出来，是关的，结果呢窗户打开，那、啊、肯定是从窗户跑出去了，啊，恐怕又可能去投江了，去跳河了，哎呦，赶快啊叫所有寺院的人赶快查，赶快找，啊，结果呢大家去找啊，找到哪里呢？找到附近啊有一条河，护城河，啊，也很深，可以行船的。啊，所以大家沿着河啊，啊，慢慢找过去，结果呢，哎，找了一段路啊，哎呦，发现他淹死了，啊，就赶快了，把他呢啊抬起来，啊，没救了，救不了了，啊，捞上来，然后抬到啊寺院里面啊，然后给他念经啊超度，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刚出家的时候，他那个小女儿啊托人家照顾，托亲戚照顾，长大了。啊，也嫁人了，啊，结果呢，他的小女儿也来了，哎，奇妙，怎么他小女儿会来？啊，他小女儿来了，啊，然后呢，见到老和尚就哭，跟老和尚说了，他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啊，梦什么呢？梦到啊，他父母啊，今天去上任了，啊，老和尚啊，就问他上什么任啊？他说啊，他爸爸今天啊去土地庙当土地公公了，妈妈呢去当土地奶奶，啊，所以啊，这个修禅的修到最后去做土地公，所以啊，
地贤老法师突然就明白了啊，因为啊这个寺院的外面啊不远的地方刚刚建一个土地庙啊啊，所以呢啊他大概啊去这里啊做土地公啊去上任啊，所以啊他就把所有的同修啊这个啊所有的这些啊法师通通带去这个土地庙啊去给他超度啊，然后呢就跟他讲，他说你今天啊当上土地公啊，我们来超度你，你呀、啊、也给我们显个灵啊，啊显灵，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当土地公呢、啊？啊啊！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就来了一阵啊旋风啊，好像龙卷风一样啊，很大啊啊，在这个庙的前面啊，一直转转转转很久啊。地贤法师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他显灵了，他真的去做土地公了啊。所以这就是啊啊，告诉我们啊，这个参禅的，你看呢、啊、不容易啊啊，你参了那么久，哎，一念之差而已。啊，你看啊，你的冤亲债主就找上门啊，所以我们常讲啊，这叫什么啊？这个叫做走火入魔啦啊啊！你看呢，常常啊，我们有听说这种发生的啊，所以不容易啊啊！为什么没有阿弥陀佛保佑啊啊？所以你说呢啊，我们啊喜欢打坐啦啊，喜欢呢啊修定的啊啊，他们怎么修啊？有的人呢、啊，啊，他都是念一二三四嘛，啊，属习就是一二三四啊，啊，所以我们就劝他呢，你现在哈、啊，要加一个阿弥陀佛，啊，一二三四再加阿弥陀佛，啊，为什么有佛力加持啊？啊，所以一二三四是入定，但是呢，你呀、啊、入定以后啊，那就有很多境界了，那些境界啊，你应付不来啊，啊，你不知道是到底是佛还是魔啊，哎。我们今天有佛力加持啊，就保证啊你平安啊啊不会着魔，很重要啊啊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啊、为什么要念佛的原因啊。那尤其呢，你看这个啊，地贤老法师啊常讲这个锅烙匠啊，这锅烙匠呢啊就是啊啊我们常讲啊，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很听话，可是没有文化水平，他没有读过书，做苦工的。啊啊，那么他是跟地贤法师是老乡啊，从小一起长大的啊啊，那么到了四十几岁啊，那么他苦工啊做很久，很辛苦啊，觉得人生很苦，所以就来找老和尚啊。老和尚那时候还在金山寺啊做当家，结果呢啊，他就告诉老和尚啊，他呢啊想要出家，要跟老和尚出家啊，老和尚呢不肯收他，为什么呢？年纪太大了。啊，在过去四十几岁，那就等于是老人了，啊啊，又没有读过书，啊，要学经教也学不了，啊啊，那年纪又这么大，啊，要修苦行啊，也修不来，啊，所以他跟他讲，你出家，你这不是找我麻烦吗？啊，说劝他呢，啊，不要出家了。可是呢，这个锅烙匠啊，非出家不可，啊，什么叫锅烙匠？锅烙匠就是呢，啊，过去啊啊，担个担子啊。专门替人家补碗啊，破碗啊，破碟子啊，在补这个的，啊，这个很辛苦，啊啊，所以这叫锅烙匠，啊啊啊，结果呢，他一定要出家，啊啊，那没办法了，这个地贤法师被他逼得没办法，这同乡啊，而且又从小一起长大，啊，最后没办法，啊，最后就开条件，啊，开什么条件呢？他说你一定要出家，好，那你就一定要听我的话，啊。然后我才会收你做徒弟，啊！结果锅烙匠说：“那一定的、啊，我认你做师傅，你怎么说，我一定听的，啊啊！”结果地贤法师说了：“好，你呀、啊、年岁这么大了，啊，你也不要去住寺庙了，连受戒都不用，受戒太苦了，啊，还要受一个月的，很苦啊啊！你呢啊，这个受不了啊啊！学经教啊也来不及了，你也不认识字。”啊，所以他说啊，你就直接修行，啊啊，然后呢，你就听我的，啊，怎么修，啊，你呢，就念阿弥陀佛，啊，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啊，所以就跟他呢，在这个啊宁波的乡下啊，那个地贤法师有很多的信徒啊，啊，帮他呢找一个小庙啊破庙，
啊，然后找几个护法啊，给他护持啊，所以在这边呢、啊，等于闭关了 啊，念佛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啊，这个修行啊，念佛，然后呢，这护法护持他，还找一个老太太啊，给他煮饭啊啊，结果呢啊，他呢没有去受戒啊，也没有住在寺院道场啊，就住在这个小庙啊，然后就老实念佛啊，然后呢就找这个老太太啊。啊，给他煮两顿饭，啊啊啊，然后呢，就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啊，白天晚上不间断，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就再念，啊，所以这样念啊，念多久呢？啊，念了三年半，啊啊，所以啊，这个三年半啊不容易啊，啊，你看呢，他庙门都没有出去啊，都在里面呢、啊，真的很老实，很听话，啊啊，真正啊。啊，听老和尚的话，老实听话，真干啊！所以啊，这个一修啊，哎，就修得很好啊。结果呢，三年半以后，有一天，他就告诉这个煮饭的老太太，他说啊，明天呢、啊，你不用给我煮饭了，我不吃午餐了。这老太太以为哎，明天有人要请他吃饭啊啊啊，因为呢，他呢啊，昨天呢、啊、出去了啊，那三年多都没有出去了，昨天出去了。大概去看看这些老朋友了，啊啊，然后呢，哎，看完回来就跟老太太说，明天你不用跟我煮饭了，啊，所以他以为人家呢，哎，明天请他吃饭，啊啊，结果呢，第二天呢、啊，老太太啊，啊，还是来看看，看师父有没有吃饭，啊，结果呢，啊，老太太呢，啊，来的时候啊，就喊师父，啊，结果没人应，后来走到他的房间一看呢、啊。哎，师父啊，站在那里，面向着外面的窗户，啊，结果呢，哎，老太太喊他都没有答应啊，啊，向前一看，他已经走了，啊，我们今天讲死掉了，哈哈，往生了，啊啊，往生还站在那里，啊，这老太太啊，不晓得怎么办啊，没有看过人往生还站在那里的，啊，就赶快啊去找那些护法来，啊，结果那个护法呢，啊，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没有处理过这个。人是站着那啊往生的啊，后来呢，赶快写一封信去请他的师父来处理啊。所以你看呢啊，着魔也要请师父了啊，这个念佛往生也要请师父了，都是师父要处理的啊。结果呢，这个送信的去呢啊，回了三天啊，来回三天，他师父来了啊，等三天啊啊，结果他师父来了以后啊啊，很赞叹啊啊，他说啊。啊，你呀、啊，啊，今天这个成就啊，比那些呀、啊，啊，大法师啊，啊，住持啊，方丈啊，高明得很，比他们还好，比他们还有成就啊，所以像你这种成就的人太少了，不多，很赞叹他，啊，所以跟他讲，没有白出家了，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啊，地贤法师两个徒弟，啊，大家呢，啊啊，比较比较。一个参禅的，一个念佛的，啊，你看呢？参禅的，啊啊，这个下了啊十年的苦功夫啊，啊，最后去做一个土地公，啊，人家那个勾肉酱念佛念三年半，人家呢去极乐世界成佛，站着往生，啊啊，所以啊，这就是啊，让我们知道念佛啊啊，比参禅，比修其他的法门呢 啊真的容易太多了，而且有保障。啊，所以啊，人人都能修成就，真的叫万修万人去，啊，而且也不用啊说要啊研究很多经教，啊，这些道理你不懂也没关系，你看不认识字嘛，啊，都不用去研究的，啊，就好好念佛，啊，当然我们现在呢，啊啊，老和尚叫我们要听经，啊，念佛还要听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接触的环境比较复杂，啊啊，我们很容易被外面污染。啊、哦，所以你天啊、天天听经啊，就知道怎么明辨是非善恶邪正，啊、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哦，都当然了、啊，最重要是我们建立信心，啊、哦，所以听经啊是建立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的愿力，啊、哦，所以念佛的人呢、啊，最重要是信愿行，啊、哦，你要深信，啊，你要真的想要愿意去极乐世界，啊，愿意啊把这个世间呢、啊、看破放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在这个世间呢、啊，有一点点放不下，那就变成我们往生的障碍
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要去极乐世界，可是呢，你还有很多放不下，那这个啊，就是将来我们的障碍哦，这个障碍是我们自己的障碍，这个别人帮不上忙，所以啊，你有一点点放不下，这个阿弥陀佛啊，都接不了，为什么呢？古人讲一句话叫九牛莫挽，九条牛来拉都拉不动。所以不是阿弥陀佛不想接你，是我们自己啊，那力量太强了，我们自己有业力，我们自己的心力，你看，我们不去极乐世界嘛，还贪念嘛，这个力量很强，让我们啊，强过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力量啊拉不动，这不是阿弥陀佛不想接你，拉不动了，那没办法，所以最后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叫金碧峰禅师的故事，这个金碧峰禅师啊是个修禅的，修得很好，为什么呢？他心很清净，他入定了，结果呢，他的寿命到了，寿命到了以后啊，阎罗王派一个小鬼要来抓他，所以的这个每一个人寿命到了，阎罗王都会派小鬼来抓的，要到阎罗王那边报道的，结果呢？阎罗王派的那个小鬼来了，找了半天呢、在他的房间呢、找了半天找不到，为什么呢？人家入定啊，心很清净啊，所以你心清净啊，就不会现象啊，小鬼都抓不到你了，可是其实你就坐在那边打坐嘛，他还是抓不到的，那这个土地公的地神啊，这个看他这样啊，很可怜啊，他回去交不了差了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跟他提醒，他说啊。这个金碧峰禅师有个弱点，什么弱点呢？他说啊，他有一个波，出家人三一一波嘛，这个波就这个是托钵啊，吃饭的用具，我们叫饭碗。他说啊，他对这个波啊很在意，为什么呢？这个波是水晶做的，他很珍惜，所以呢，你只要敲一下，哇，他一听到波被他敲了，他怕撕掉，他一定会现身的。会出定的所以呢这个呢我偷偷告诉你所以小鬼很高兴，马上把这个钵一敲，哎呦，真的出定了金碧峰禅师就看想到谁敲我的钵出定了，这一出定啊就被小鬼抓到了，这一抓到啊，把他铁链把他绑起来绑起来他就跑不掉了结果金碧峰禅师就跟小鬼商量他说小鬼今天呢我会被你抓到，就是因为这个波害我的，他说能拜托一下你帮我松开一下，我把这个波处理掉我就跟你走，反正我人就在这里，跑不掉的。这小鬼一听有道理就把铁链一松，他就把波拿起来往地上一摔，就摔碎了。摔碎以后就找不到了，金碧峰禅师不见了。这个时候啊，空中有一个声音出来。是金碧峰禅师在讲话他讲什么呢？他说阎王啊要抓我金碧峰，犹如啊铁链锁虚空那个铁链啊去绑那个虚空，你看这根本不可能嘛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抓我金碧峰。所以你看看你呀、万缘放下了，心如虚空了，阎罗王都没办法，小鬼都抓不到你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到心如虚空所以啊，在这个世间呢、我们讲看破放下是心最重要这个外面的事项啊都是随缘的所以呢最重要是心里面呢、不要贪念，不要执着随缘我们常讲有缘嘛我们就随缘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不在意随缘受用嘛所以这个世间呢、你看我们这样很自在没有患得患失而且我们呢深信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呢这个因果是自作自受，我们也清清楚楚所以啊你看呢我们的心很清净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对老实念佛我们真的很认真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对这个很有信心我们真想去见阿弥陀佛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对这个世间啊啊一点留恋都没有啊，可是为了度众生，一切都随缘啊啊，所以、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啊。那尤其呢，我们在这个巴黎啊，在这个地方啊啊，我们的缘分很好啊，福报很大。为什么？老和尚常常来，你看呢？啊，全世界的人要见老和尚很难的。我们竟然可以常常见，甚至有的同学还天天见，你看看这个福报去哪里找啊？所以在老和尚的加持啊，老和尚的教导啊，我们听老和尚的经啊，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啊，我们呢听话啊，老实听话真干，我们个个都能成就的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好好努力啊，我们这个共修啊啊，我们呢要啊这个大家呢啊好好的。啊，大家努力来支持啊！尤其啊啊，我们把法器学好啊，这个法器学好是什么呢？啊，是啊啊，供养大家啊，然后呢，让大家呢念佛念得很欢喜啊，然后啊来这边练习，回去以后啊啊，随时做到啊，你看呢啊，真正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啊！这是我们啊在这边啊能够有这个因缘啊，跟大家一起啊。我们啊，好好的啊，来修行，互相勉励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我们呢，这是最后一生了啊啊，我们呢，将来不要再来了啦啊啊，即使再来了，那就是菩萨道驾慈航来普度众生了啊，来救度苦难众生了啊，所以啊，我们都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将来一生成佛啊，这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后的目标。啊，那么最后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老实念佛，我们同生极乐国。谢谢，谢谢阿弥陀佛。